以前在奶奶家拔萝卜，原来把我们上头种的萝卜拔了，要不然冻坏了。对，冻坏就不好吃了，一股屁臭味哈。就是这块大萝卜，给我多少钱都不换。我先拔一个哈。哎呀，怎么那么小啊？那么长的叶子，那么点萝卜，他妈俺家萝卜怎么长的呢？光长叶子上来了，没长根子。这个东西啊，一人不能啃五六根吗？这萝卜有点汗没浇水哟。这真的一拔一个不是人了。这个还算大的，变这俩难兄难弟。哎呀，这个萝卜不也能啃二亩地吗？你长成这样不给人家笑话死了，你叫萝卜。一口一个。这个小啊，这个不小吗？哎呦，是么的哟。那你看看这俩一对比啊，爷爷辈儿孙子辈儿的，这个叶子留着腌咸菜吃啊。好吃吗？好吃，老咸菜。这个基本上就没有。你家这萝卜长得好，哎，一言难尽呐。这个萝卜还挺好的，你看看我这个呢，还没有我大拇指头大了。可怜了，还长了30厘米40厘米的这个叶，你长它有啥用吗？这都不是水果萝卜，俺妈你买的种子给钻了，看它叶子没长萝卜。迷你萝卜可能，哦耶，这个萝卜还行哈、啊。这边还有块红萝卜，应该还不错。我拔一个就值得了。怎么都那么小啊？我尝尝哈。嗯。但这个萝卜应该很好吃。人家说浓缩的都是精华。萝卜味是挺好的。也脆也甜，就是个头太小，一口咬下去三分之一没有了。咱大了你一顿吃不了，咱小点好吃一顿一过。一人能吃一亩地萝卜，我一看俺家萝卜都这样了。你们家的萝卜也这样吗？啊，这么点一个。人家那都很大了，比你头还大。我都不好意思说，什么玩意这是。喏，一拔一个不吱声，等我哪天回去到丈母娘家拿点萝卜吃。味道确实不错，好吃，鲜鸡鸡的。嗯，就是个头小啊。看，里面还有红心的。这样的萝卜用来腌萝卜干、做萝卜菜卷、烧鱼都可好吃了。跟小孩似的哈，有大人有小孩。俺妈，你放俩给我弄吧。嗯，我这坏事哦，你说喝着好哦，我就喝着哦。是你给它冻冻上，现在屋里面躺着也不是事。嗯，就喝着好哦。好干哈，晚上回去弄萝卜给你吃。行。看我媳妇多好，看这哥俩明显的发育不良。留着吧，一口一个都塞牙多嘛。这个嫩喽，不塞牙嫩喽。俺奶也在这偷吃了。好吃哈，好吃。还剩这点小的都舍不得拔，再给它长长吧，说不定过完年就能长大了。你想的挺多。这个才俺最大的一个萝卜，够吃一顿的哈。嗯，这就属于萝卜王了。总共就说了这么多青萝卜，还有这一小袋红萝卜，我一个人给它包走了。哦，走了，回去弄饭给你吃哈。行。萝卜说完了，咱把这些地瓜收收。看到地瓜了。看看这个地瓜，比我脸还大。长萝卜长不过人家，这地瓜长不过人家。就开口笑了。哇，这个也不小，像葫芦娃一样。看看，真大，怎么好吃的？全家福，我们这边叫大杂烩。俺奶喜欢吃这个，丸子、牛肉丸、鱼丸啥的，暖和。嗯，这边一看就是辣椒炒鸡蛋。专门弄给你吃的吗？你喜欢吃辣，把这个端过去哈。好，老爹，你们先吃，爷爷做的大杂烩，太好吃了。你进厂长的，我吃哦，使劲吃，老多嘞。给你表演个隔空翻，哦喂，厉害。哦，走吃饭。阿爸说，喝死的话，今天就把鸡盆子给卖了。真假的哈？真的呀，20几万呢，到时候都给你哈。我不要，给我吧。把
们都是俺那俩的。有没有我的呀？没有。那有天会变坏的。少肥咧子嘛，是不是意思意思哈？你等一个给你看看。好好好好好，在这边下象棋了。哎呦，他爸提前过上了养老生活。咱收拾收拾，屋里弄啥？看看这边一片荒凉啊，卖了也算身份行。人家东北那边的门头积雪，我们家全是树叶子。是田没在这哈，就变成这样的了哈。啊，连树叶全刮懵了。等一下，萤火炖肉给你吃。好好干哈。今天中午就炖这个吃，这边还摆面条，鸡汤长时间没有人，面条都能干得硬。还不是嘛，什么时候买？中午把你炖了吧哈。给它解个冻。啥人家过来看盆子，何时就把卖了吧？这次实力了。二十多万加台说变卖就变卖了。我那盆卖怎么不养了哈？想开了。走，你把大腿骨摊过来的。哦，把那个羊腿给它炖下去。哦哦，走。卖就卖了，今天的收入准备了。出家给我带身子。是的。想想不定，那吃头发这个肥的好是的。是不是啊？熬夜熬的啊，卖就卖啊，俺们都支持，是不是啊？是的，到时候给你找个保安看看。是的，干什么？哦，厂长。俺家大铁锅又派上用场了。那必须的。哎呀，这个老成了。放在这儿。哎呀，烟筒给它安上去。好。准备起锅烧油，三二一点火，你们的小骨爪子烫着了，都脏了。先来点水，羊肉下锅，天凉就得多整点这玩意，要不然真扛不住啊。到时候人家鸡粉卖了，这锅炉怎么办？带回家，带回家开洗澡堂吗？烧锅用，要不然这个呢，好几万块钱买的，用了两年三年。两年吗？嗯。卖了就不值钱了，卖了就废铁啊。嗯，你俩整天开个洗澡堂嘛，在村上面来点香菜和大葱。哎呀，撕吧撕吧，那喜鹊叫了，有好事发生。放里面，羊肉嘴里面，来点生抽老抽，来点水，盖上盖子，给它炖一小时，赶紧烧锅，快。来点青红椒，炒一炒，出锅喽！哎呀，红烧羊肉，再来一锅面条子，那必须的，热乎乎的，吃这个暖和吧。是的。妈吃饭了啊！哦。阿爸吃饭喽！啊，我把收拾收拾，啥合适就把它卖了。养了十几年，舍不得吧？舍不得也得放下了。长时间就放走呗。对，这两天熬夜太累了。吃吧，吃吧。啊啊，好好好。